师傅出远门了。少爷，我们的人送来消息，说柳明月刚刚出门远行了，往西边去了。这么快？柳青雾传来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哎，少爷，咱们刚到东平郡，这柳明月就如此高调远行，都像是做给咱们看的，跟还是不跟？区区之事不用去管，只要是柳明月出来就得跟。 你俩再这儿守着，路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柳夫人好手段，看来本王今天是中了你的圈套了。你放心，我现在还不想杀你，只是让你吸了一些噬骨香。 身子发软，再多吸几日，你身上的武功就会尽废。到时候，你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，翻不起什么波浪。为何不杀了我？你问青无，明月山庄是否关押着一个女人？不就是想引我去向主上汇报吗？ 如今我就如你意，带你过去。王府似乎拿了主上什么东西，这东西我相信定在你手上，我一定会让你吐出来。长青。 是以前柳明月训练我们的地方，另有密道。你现在救我，你不把他杀了你？你别在这儿多说了，快跟我走吧。师父，青无，我就觉得你突然回来。 有些反常，你竟然联合他背叛我，看来你是不想活了。
刘姑娘，来，没事了。我会死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别想太多。刘姑娘，我现在要立刻替你包扎伤口，可能要脱你的衣服，暂且顾不得男女之别。 当初是我一箭射伤你，没想到如今是我受伤，而你却为我疗伤。你先别说话了，留点力气好好养伤吧。 长清，有姑娘即使纯白如纸，也是美的。既然你觉得我美，那为何要偏过头去？难道你不想看看我吗？你要是再多嘴，本王就不替你治了。到时候失血过多而亡，就不是美人，而是幽魂。 这山洞还有别的出口吗？这里入口便是唯一出口。柳明月没有追过来，那就说明我的人已经进了山洞。只是，他们若想找到这里，可能还需要花上一段时间。原来你没有吸入尸骨香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陷阱？ 我只是觉得跟得太容易了，以防万一，小心一些罢了。你会不会怪我？如果我不跟来，你就可以达到目的，找到主上了。我怎么可能怪你？我谢你还来不及了。我没想到你会来救我。柳姑娘，你难道不想要明月山庄了吗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。 我明明那么想要得到明月山庄，甘心为他受尽苦难。但我刚刚看到柳明月想要对你不利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却出现了长青你。本王何德何能，恐怕不值得柳姑娘为本王这么牺牲。 值不值得，就看长青你怎么做了。我舍命救长青，不知长青该如何报答我？柳明月抓我，是孤注一掷，他现在抓不到我，肯定也不敢回明月山庄。我会把柳明月在明月山庄的势力全部去除掉，让你得到明月山庄。 就这样吗？其余的，本王也给不了。长清，我在东平郡除了明月山庄，也没有其他去处。在我伤好之前，我能不能住在郡王府？我怕其他地方不安全。 那你暂时先住在我那儿，他们杀不了你了。